来，大哥，你看一下哦。OK 啦哦，有推车过来哦。来，手不用过来，嘴巴过来。哎，本来过来，停了，没在停，不能停，要五到十秒重来。等，阿伯去见到阿伯转。好，阿伯转。OK， 好，来。好，来。过来。好 ，OK， 两个人哦。0.31，周先生哦，你酒测值哦是0.31毫克了哈，那个哦，冠霖那个机器给我看一下，没关系，我录到，能录到吗？对，好。冠霖，你两米哦，你跟博翰哦，先把他载回去。好，周先生哦，我先跟你宣读你的权利哦，因为你现在涉嫌公共危险罪哦，你得保持沉默，不具备自己责任处；二得全人辩护人哦，如需。如果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或原住民，列不出来吗？对，列不出来吗？三，要调查的离职证据，哦，这样清楚吗？你的三项权利，我现在告诉你了，哦，一级车马第一条，哦，我认为我们对你来做任何异议，哦，可以请法院，哦。